28封华美丽绽放，许多花莲人成长回忆的美伦大饭店迈入第28岁的生日了。以感恩回馈为主轴，18号邀请到花莲碧池大教养院及家福中心的小朋友体验饭店全新的油气设施，也推出了各项优惠活动，例如是身份证有一二八任一个数字的住房专案等等，期盼可以让有更多宾客在冷冷的冬天感受到温暖的住宿体验。 陪伴许多花莲人成长回忆的美伦大饭店，在18日这天迎接28周年生日。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秉持感恩与回馈理念，这天邀请花莲碧池大教养院、花莲家福中心近40位小朋友体验畅玩饭店全新的 VAR 娱乐设施、赛车场及速滑梯等，并准备圣诞餐点，要让小朋友在冷冷冬天有吃又有玩，提前留下与美伦大饭店的欢乐回忆。因应12月的这个整体的住房，那我们大概有差不多5-6成的这个住房的加基。 那也持续的努力，还在突破我们的住房率。那因为年节也到来了，我们现在初一到初五，也将近有差不多90%的这个住房率。我们针对这次我们12、118、28周年庆，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秉持着感恩回馈、爱与分享的理念。那我们这次有推出，只要身份证号码符合1218的贵宾们，那于平日入住只要每人1218就可以入住我们花莲美伦大饭店。 那另外，我们秉持着感恩与传承回馈的理念，那我们于12月17日到12月30日推出自助餐、晚餐买一送一的这个优惠，给所有我们的所有的花莲的乡亲们。那再来，我们还有就是提供这些商店一系列的优惠。再来，还有因为年节到来，那我们在官网上也有贩售一系列的这些的年节的年菜，那提供回馈给消费者们。 2020年2月疫情爆发，美伦饭店趁势整修，随疫情趋缓，搭配悠游国旅补助，美伦大饭店也开出亮眼住宿成绩。28周年也推出各项优惠专案，包含身份证有1128数字的住房优惠，绿苑西餐厅平日自助晚餐买一送一，还有香氛品牌购物优惠等。期盼在后疫情时期，透过值得感动，让更多民众感受花莲美伦大饭店的用心服务。记者陈邦彦，花莲市报道。